大家好，今天是九月几号？今天是九月十七号，礼拜日下午两点。那今天是贝拉的第三天。他活动是从每天的活动是从两点到六点，有三场讨论跟摊位，然后接下来就是很多的，接下来就是晚上的交流时间，就是他会有点心，然后饮料自己买。然后到晚上的八点，就是正式的活动时间。对，那因为今天的两点的这个时段，我去看摊位都还没有摆出来，然后应该说各个单位都还没有，就是就还在单位都还在设，然后也没有特别有兴趣，这一个议程，这个时段也没有特别有兴趣的讨论，所以我就先来这边录影。好，那刚刚忽然下了一阵雨，不然原本就是打算一点左右就要到这里来的，就忽然下了一阵雨。那我们今天还是在同样一个地方，就是后面是个赌场。听说晚上的时候会非常的热闹，白天的时候看起来就超级冷清的。我想说这是一个就是快倒掉的赌场嘛，结果不是，听说晚上就是这边车子会多到满出来。好，那正前面那边是火车站，就是 Estoril 最主要的就是交通的枢纽。它其实就是个小小的站房，然后两轨的轨道，然后月台都是无人看守的。然后，刚好想到一个话题，就是说欧洲，可能很多人知道欧洲的那个火车是没有那个的，是没有闸门的。那也，所以说如果你就是要上车的话，你就是进到火车站的月台，然后它旁边就有一个可以感应的地方，你就把你的票去感应一下。啊，这样子就算是进场了，对啊。那如果，所以就有人觉得说啊，那这样子他们都没有人看守啊，然后也没有闸门啊什么的，那不就很多人会逃票吗？那这就是可能有些台湾人跟其他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会有的不同的想法，对啊。那他们是没有上下车没有人看管，但是如果在车上，偶尔会有验票，如果被验到，就会非常，就是就会被罚的非常多，就对了。那原则上是就是对乘客是信任，采取信任的制度啊，对啊。那这样子就是在中途的很多火车站就全部都是无人站，整条 Cascais 的火车站好像几乎都是无人站吧，对吧？我昨天晚上进去那个站月台看啊，站房里面看啊，结果里面只有卖店，就是只有一个小小的就是杂货店跟简餐店。也没有站务员。好，那言归正传，我要来分享我昨天参加飞啦第二天的，主要是三个议程的心得。对，那摊位的话，一样就是会后续会再整理，就是我在每个摊位的一些笔记。那昨天总共参加了三场，第一场是 Civil Spaces in the Global Majority。那我先把三场都念一遍。第二场是 Designing and Maintenance Global South Spaces and Collaboration for Holding Platform Accountable。第三场是 Keep Calm and Put It on the Blockchain Decentralized Storage Trade-off for Radical Archiving。好，那这三场的话，个别是讲在全球，开发中地区就是非 Global North 的国家的NGO 目前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那第二个是在讨论Global South 的这些国家应该要一起和一起要如何合作，然后一起来就是要求平台客责，要求对平台客责，而对平台客责不是要求，是要如何合作来对平台客责。对，那第三场的话，则是讨论分散式的储存在封存重要的资料上面，就是实际应用上有什么问题跟有什么挑战。好，那现在就来一场来分享。好，那第一场是 Civic Spaces in the Global Majority。那 Global Majority 是一个新发明的词，它就是对应 Global North。那就是 Global North 以外的那些占全球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对吧？那我觉得台湾可能刚好算是
Global North 跟 Global Majority 的交界吗？我们算是 Global North， 但是我们也不是 G20 啊。然后我们在全球很多地方的参与是被排除在外的嘛。那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跟我们的技术的能力跟生活品质也都达到就是已开发国家的基的水准，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好是站在一个很巧妙的位置，刚好是 Global North 跟 Global Majority， 就是跟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们的中介点吧。好，那这一场主要是就是来自非洲的NGO， 他们在讨论说就是目前碰到的一些困难，那跟巴基斯坦对的两位主持人，那他们目前在那边所遇到的一些困难，那最主要的是第一个是国家的打压，包含就是你要跟国家注册成为就是正式的 NGO 啊，然后会有各种流程上的困难啊，然后开设银行账户啊，开设正式的银行账户啊，然后登记成为就是国立的 NGO， 不是国立，跟登记成为正式的 NGO 啊，这样都会有一些困难。那这些困难又导致了就是 Global North 的捐款人要捐款给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找到了一些想要捐款的组织，也愿意捐款支持他们的组织，那他们又会要求说，就是你有没有银行账户，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个就是正式的银行账户，或者是你有没有就是登记，像巴基斯坦的，像是经济办事处有登记立案这样子。那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卡住了。对啊，那就像这样子的一些政策性的或者制度性的打压，在他们是说在他们的国家是越来越普遍的。那就参加的各个单位啊，或者是参加的讨论的人，就提出了一些想法或者是点子，那想说要如何可以就是处理这些问题。那其实他们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综合性的，是包含了捐款很少，来捐款的来源很局限，那捐款就算有捐款来源，他的钱要进到他们那边也很困难，那包含了国家的打压，包含了捐款很难找，那包含了就是就算找到钱，那钱可能也要过了很久，就是他们今天找到钱，然后钱说就是可能六个月后就会进到他们那边去啊，但是他可能下个月他们就没有预算了，这样子就是包含他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综合性的问题。对啊，那其实与会者就有提出一些想法，一些就是个别的一些想法，像是可以设立公司啊，就是如果你设立 NGO 很困难的话，像大家也知道，就是 Cost Cup 之前最早是设立公司嘛，就是Cost Cup 不是哥哥 ，Cost Cup 是科斯加吗还是什么？对啊，就 Cost Cup 最早其实是设立公司来做这些捐款，就是商业公司的捐款的一些账务的处理，对啊，那他们也说，其实他们国家也有，他们当地也有蛮多组织是这样走的。那另外一个是也有想到说，也有问说，那这样子如果设立银行账户会有问题的话，那区块链就是加密货币可不可以？对啊，那好像听说就是好像在他们国家也是有一些困难。对，那但是我们也有提说，也有人提说啦，就是其实有些人是用他直接对在国外的组织就业，就是远端工作，然后在本地做行销服务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然后收国外的薪水，收国外的就是捐款单位的薪水，以薪水为名义来收钱，这样子来获得到那个捐款，这样子。对，那这也是一个形式啊。那这种薪水的话，就也有可能，就也有可能是走就是给比特币之类这样加密货币的方式来进行，那就可以绕过就是要设立银行，或者是要有就是各种税务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会计的问题这样子。那他们也有提说，其实对他们来说最好的还是就是有一笔预算，然后那笔预算是就是不问
运用方法，或者是不问证明这样子，就是不会说每一笔都要 expense 都每笔 expense 都要证明这样子的预算，或者是就是不会说就是都要一定要提计划书，就是针对特定计划的钱这样子的预算，对我来讲才是最有帮助的。好，那我们最后也有讨论到说，其实应该是各个地区的小型的 NGO，然后共同成立一个就是一个共同的大型的组织，比较大型的 NGO，然后来处理各种就是这种金流或者是资源分配的问题。那其实就像 OCF 现在的模式这样子。那就是说，国外的大单位可能就对这个 NGO，然后这个大的，大家合力成立的这个 NGO，再对就是下面的小型的、微型的各个组织，那也有点像是，台湾也有联合劝募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台湾还有一个捐款的单位是微型社福团体的。叫做一起共好还是什么的捐款，对吧、啊？的捐款协会，对，那他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他们取得比较大一笔的预算之后，再分给下面的这种就是微型社福这样子，叫什么名字啊？我来查一下。那他的微型社福可能就是说，就是一个城市里面一个村啊，一个乡的里面的一个小单位。叫做什么？哦，一起梦想公益协会，对啊，那这样子的单位，它就比较容易，比较能够去应付，就是政府的各种要求，或者是各种就是复杂的，就是困扰，让人困扰的一些程序了。对啊，那 OCF 目前也是扮演这个角色嘛，那对，这也是一个可以可行的方法。那我们讨论出来的下一步是，就大家会留下 email，然后会先列举一份文件，就是列举出所有目前所碰到的问题。因为像我刚刚讲，他们碰到问题其实是非常综合性的，那各个问题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或者是因应的策略。那先有这份文件，然后让每一个 NGO 都看看大家是不是有共同的问题，或有没有什么遗漏的问题，然后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因为其实他们有说嘛，就是每个 NGO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些 workaround，然后有一些有创意的处理方式，但是因为平常资讯交流并没有非常的充分，在这方面的资讯交流并没有非常充分，所以说就是互相也不太清楚说对方用什么方法来因应这个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法。那这是这个议程的一些。收获就是我们后面可能会再看到一些整理出来的一些文件，那也再到时候再请大家来一起来帮忙想想有什么解决方法，然后或者是有什么我们已经在做的方法，然后或者是我们过去曾经用过的方法，那我们现在可能用得上的。好，那第二个议程。是 Design and Maintaining Global South Spaces and Collaborations for Holding Platform Accountable。那主要是在讲全球南方的这些国家要怎么样去的组织要怎么样去合作来对平台客责。那这边的平台主要说的是像是 Facebook、Meta，那或者是 Twitter，那现在是 X，那或者是像是台湾的 Line 这样子的单位啊，或者是像 TikTok。在很多国家，尤其是有个参加者，有参加者来自非洲，说就是他在非洲现在是非常当红。那像 TikTok 这样的平台，要怎么样个别的 NGO 要怎么样合力起来去对他们苛责？那这就跟我们去年的中介法有非常大的关联嘛，就是中介法其实就是一个对平台苛责的一个草案嘛。好，那这一场就。参加者就更多了，那也是来自世界各地。那有些人是来自欧洲，那欧洲现在有 DSA 数位市场法、数位服务法，那刚刚通过，刚开始执行。那美国也有类似的法案正在讨论中，也有人来自美国。那大家
第一个就是有想到说，根据 GDPR 的经验，就是其实欧洲是施行 GDPR，但 GDPR 的效力给予世界各地的欧洲公民，那也导致于各国的这些跨国公司在各国的一些服务，就是他提供的服务，其实在各国都或多或少的都有往 GDPR 的要求去靠拢。所以与会者第一个有想到说，那是不是其实就是只要欧洲有数位市场法，然后那个 DSA、DMB 跟那个什么数位服务法跟数位市场法这两个有要求，这些大平台公司必须要把它的这些客者的事情或透明度的事情，也要给予就是海外的欧洲公民的话，那是不是就已经有效果了？但是我觉得，观察这两年呢，就是 GDPR 跟 DSA 的要求上面最大的差异就是，平台方因为这次其实 DSA 有更长的一个，就是感觉起来有更多的，也不是说有更多啦，应该说 DSA 从通过到现在其实也是两三年，然后他们有更多的准备时间，那他们也更知道要怎么样去应对法律的要求，所以现在反而观察起来，反而有一种就是哪一个国家有法律要求，他们就做到法律要求的程度，那哪一个国家没有，那它就不打开那个功能，这种现象发生。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其实像 Meta 在各国，它其实都有一些就是当地的联络人，政府不论是跟政府联络，或者是跟当地的 NGO 联络的联络人，那 Twitter 也有。那其实很多国家的 NGO 都发现说，近几年这样子的联络管道开始慢慢的中断了，那尤其是 Twitter 改组，就是改老板，换了老板之后，或改组了之后，那或者是 Meta，就是后面的这两年，其实很多就我们原本的联络管道就消失了，或者是中断了。那像如果是数位市场法，它就会要求说，就是他们在当地国家要有就是正式的联系管道嘛，那或者是要有第三方的仲裁组，第三方的联系的组织嘛，第三方的服务的申诉管道嘛，就跟就是中介法所要求的一样啊。对啊，那除了欧洲以外的地方，你都没有法律要求的地方，那他们就从就是基本上平台都是说要自律嘛，那自律到后来，你可能原本畅通的管道就越来越不畅通了，那该怎么办呢？对啊，这也是个问题。好，那第三个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就是就算你个别国家针对这些平台做了立法好了，那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欧盟这么大的国家嘛，这么大的市场，那就算我们立法，然后规定了它一些相关的一些作为，透明度的作为啊，一些申诉的作为，一些假消息处理的作为好了，那他会遵守吗？因为我们市场那么小，那他会不会就干脆就说啊，我就退出，反正我在你本地没有营运单位，或者是没有就是做生意好了，你的人还是要用我的服务啊，我广告还是会就是照赚啊，对啊，那如果各个国家都就是各自的针对这些平台做出相关的法律要求的话，那他们是不是最后其实就是把权力集中在欧盟跟美国这样子的大型的市场上好了，那这些小市场我就干脆不管。他会这样子吗？这也是一个疑虑的点。那所以其实各国其实都有碰到一些这样子的，都有碰到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呀，对吧？那有些人有人提出说，其实像最大的广告公司是 Google 嘛，那第二大是 Meta、Facebook 嘛。Facebook 其实它的广告收入来源都是在爱尔兰，它有两个主要的 headquarter，一个是在爱尔兰，一个是在美国嘛。那它最主要的营收都是登记在爱尔兰的那间公司，那它其实就是受到欧盟的管辖，它的那个 justice 就是 justice 嘛，就是它的管辖范围是归属于欧盟的，所以其实。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合力起来，要求欧盟来厘清楚，或者是协助从欧盟议会，或者是从欧盟的
架构里面去要求他们要提出，如果要求他们要做到更加的透明度，或者是更好的透明度，或者是要更对这些广告来负责这样子，这是一个就是欧盟的管辖权，它的金流其实都是进到爱尔兰的，那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其实我们也是觉得说，就是是不是要先，有一个，因为这个议程其实要讨论说，那这个如果我们想要就是全部联合起来，一起要求他们各自要怎么做嘛？那他是不是这个联合起来这个组织是不是要有一些就是民主程序啊什么什么相关的东西，相关的机制，这样啊？那其实我们也有提一个想法是说，那其实就是大家先把 mailing list 建起来，那不把各自对于这些大的平台的一些应对的一些经验，互相分享这些经验，像是我今天碰到了什么议题，然后我们某某某单位找了 Facebook 的联络人，那他回复了什么什么东西？那如果这些资讯是可以互通有无的，那其实就非常有用了。像如果我今天分享了这个经验，然后昨天假设啦，就是东南亚另外一个国家的组织也回复说，哎，他们也有碰到这个问题，那他们也找了 Facebook，但是却没有回答。那其实大家就可以就是有一些互通有无啊，然后还有就是各个国家在就是做这种就是平台客责的立法上面的一些经验，也可以各自的互通有无，那甚至是共同声援，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最基础可以开始进行的一个手续一个过程一个方案吧。对啊，就是我们先不要讨论，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子有怎样的民主程序来，就是建制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组织什么什么的，就先把资讯先打通，那互相连接起来，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就比较及时一些这样子。好，那这是昨天的第二个议程，就是Design and Maintenance Global South Spaces and Cooperation for Holding Platform Accountable。就其实，在各国都碰到，就是这种大平台的一些客责的议题、假消息，然后广告，然后就是的这样的相关的议题，然后政策的议题啊，对啊，所以说，各国的确是应该啊，各国的组织啊，的确是应该要一起联合起来，那才可以对这些面对这些跨国的大公司，那因为这些跨国大公司，他们各国的代表也都是。有在，就是也都是有在互通有无的嘛，甚至也有人说，他们其实成立了一个 Trust Safety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TSPA），对吧？那在这些公司里面负责这种 trust 跟负责 safety 的这些人员，其实也成立了一个组织，对啊。那各国面对他们的 NGO 也是应该要联合起来，那有一些合作，然后合纵连横，才有办法就是跟他们抗衡嘛，对吧？好，那这是第二个议程。那第三个议程是 Keep Count and Put It on Blockchain Decentralized Storage Trade-offs for Radical Archiving。那这是Filecoin 所赞助的一个研究，那它研究还在进行中，好像是会在明年中结束。那它就是所赞助的一个研究所主持的一个议程，那它其实就是想要收集大家在安算是储存上面做就是重要资料的 archive 的储存的时候，存档的时候有碰到什么实际的困难或者是议题，他想要收集一些资讯，这样子收集一些应用范例 practice 这样子，或者是他碰到困难。好，那我有想，参加者有来自于 Filecoin 赞助的那个研究吗？然后也有来自 IPFS 的成员，还有其他就是各个单位跟独立参加者。好，那他们其实主要就是要收集一些大家的问题，对啊，那有很多很多问题被提出来啊，像是什么分散式储存是不是东西丢上去了就再也拿不下来了啊？那分散式储存是不是？很多很多档案，然后就丢在 blockchain 上面，那 blockchain 就很大很大呀。
那答案是其实不是的，就是档案是另外储存的。那 Blockchain 上只是存了它的 hash 或者是存了它的就是一些 metadata 来做就是确保资讯正确性的确认这样子，对吧？那 IPFS，然后分散式储存，是不是就跟我们大家平常所做的就是租 Google 云端那样子，或者是就自己建一个 Nest Cloud 这样子的云端，那它有什么差别啊？对啊，那 Filecoin 所做的是什么样子的机制啊？那它是就是其实就是对捐赠自己的电脑跟平宽来参与这个分散式储存网络，就是提供他们就提供 Filecoin 的回馈这样子嘛，它的经济诱因是这样子。那就所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议程，它就是收集很多问题这样子。那其实我有提出一个比较实，我们很实际的案例，还有会场有另外一个人，参加者有另外一个人也提出了一个案例，就是他是在做 Leaks 的，就是做外泄资料，就是那种就是像什么美国外泄资料啊，什么某某国家外泄的什么什么资料啊，那种就是 leaking data 的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资讯的 archiving 的收集跟 archiving，那它就会也会有需要，就是要有地方可以安全的存放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要必须要能够是保持匿名的状态这样子，对吧？像斯诺登当时的那些 leaking data 呀、啊、之类这样子的东西。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很实际的案例，就是像就是在苹果日报关门之前，其实就是有些人是就是把它整个网站爬下来的。那基本上它是一个有版权的资讯，虽然这间公司倒掉了，那你也不太适合说就是直接把这些资料就丢去 GitHub，因为它不是 open source 嘛，不能帮 open source。虽然它公司倒掉了。那可能要等个几十年，它过版权了，它才能变成 public domain。那但是这些资讯又是这些资料又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对就是整个民主社会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集权国家可以用经济的方式去打压新闻媒体，让整个新闻媒体下架的时候，那它其实就是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可以找到他们就其实就是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去抹去某一部分的历史，对吧？那像苹果日报好了，光台湾苹果日报的资料，纯文字的部分，听说就有好几百 GB。那这种资讯，我们要怎么样 archiving 呢？我们可以整个上传到 Internet Archive 吗？好像也不太适合，虽然是没有询问过啦，对啊，那但感觉也不太适合。所以分散式储存会不会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吧。那但是当下还是有一些困难啦，像是第一个是，如果你是要用 IPFS 或 Filecoin 的话，它是会有成本的。或者是就是对啊，要 IPFS，然后它就会有成本，那会有需要激励人家的一些机制。对，那尤其是它就是量又这么大，如果是单一个文件、两个文件好了，你可能就付个瓦斯费，然后就丢去就是 ETF，丢去以太链，或者是丢去对吧、啊？以太链的那个区块链上面好了，那就很简单嘛。但如果就是几百 G 的资料，包含了几十万个档案好了，几十万篇报道的话，那这样子你好像要整个丢去 IPFS 或整个丢去以太链，它基本上就不可能，因为基本上那个瓦斯的成本就太高了。这个在目前的就是区块链的分散式储存的应用上，好像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还有很多困难的问题。对，那主持人他们就很高兴说，就是其实他们就是想要收集这样子的案例。那在他们研究之中，就是可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样子。好，那这是我昨天参加的三个议程的一些心得。今天接下来还有两个议程的时间，那我们就后续再跟大家报告。